亲爱阿姑，平安，熬早，阁有十一天，阿姑就要退休啊！真是在倒数计时，想起伫工课上的时间，伫阿姑的一生应该是非常长，嘛充满侪侪的温暖，咱未通纪念一关阁过一关，一个危险阁过一个危险。上帝日日引带，日日帮衬，日日保守，伊的路径拢有油滴滴，真是爱大大感谢主。求主予咱无论上班还是退休，拢毋通袂记得，咱是伊的见证。